上帝话是有气力的。上帝来，咱来读这个圣经章吼。上帝来，诗篇119，哇，这足够重要吼。啊，你若有危险的时阵，哎呀呐，先卡119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都伫这119甲咱讲吼。来，咱来读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哥是我的盾牌。我安那，我要仰望你的话。哦，上帝伫遐呢，伊的话拢是大句拢有伊的哈。伊伫咧甲咱教示，你有读到无？你有读到无？所以讲吼，伫这个头前吼，咱来定定来读，来定定来读，读啊啦，诗篇吼，啊是咱来讲圣经吼，你看啊，圣经有1189，总共有1189篇，吼，啊人全部拢要甲读过来吼，平均吼，你那种章吼，你要读4分钟就使，啊你一直甲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好朋友吼，伊读花神的，伊是牧师吼。啊，若有一挂人吼，啊，一挂精神方面啊，较无拄好，也是较有啊呐，伊拢叫爱安呐读圣经，用读的，啊，佮抄圣经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真正是足重要的吼，足、哦、重要。那会当来帮助咱，会当来想，咱想看咱咧创啥货，咱内底是啥，入来是啥物货。第一堂啊，这是第一堂吼，就是咱来确保，你有确保，唔是像透过啊，咱所看影片，伊去教会安那，伊来教会时安那，咧度孤啊啊，佫还袂困着啊，哎，惊，佫歹势，啊，佫揢安那，揢迄个藤柑啊，啊，要来食，啊，像安尼看，可能较袂迄落啊。但是伊真正有来确保上帝无？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日来教会，你有确保上帝无？我相信你一定有诶。所以讲。你若靠无上帝，过来啊呐！你爱来定定来思考，你啊来默想，来思考上帝话，唔是讲哦，我著来，我著读就好啊，我著安尼记就记好啊。你甲看，咱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来，请大家来读这节。讲话合意的人啊，讲话合意。亲像金的苹果落伫迄个银的篮，吼，这是咱台语圣经诶咧教咱读的。就是讲，咱若会晓讲话吼，啊，若亲像金的苹果落伫迄个银的篮内底，就是咱啦，咱的头壳内底有咧想啥货无？哦，咱头壳咧想啥货？咱头壳里边是粪扫，哇，咱内底咱的心灵也去有污染着。所以咱来定定爱啊呐，定定爱加好诶、清气诶，迄话嵌伫咱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！来，咱来讲一句，那加好诶话嵌伫咱内底，来甲别人讲。所以你诶仓库内底，你诶头壳内底，拢爱有好诶话，拢爱讲造就人诶话。所以我毋嘛，咱兄弟姊妹，咱毋来就是要批评，伫厝内就要批评。啊，你死死也好啦！啊，你出去去，车弄死啦！这种话拢唔茫人讲，对不对？咱也常常培养啊，囡仔若总无听话，哦，互你作受气的时阵，你爱安怎甲伊讲？你爱安怎甲伊讲？哈？来，你慢些出门，来，我甲你祈祷，上帝要祝福你，祝福你出门一切顺心，会晓安尼讲讲未？这就是在思考，你也想是安怎？你要讲这句话，伊会去想啊。伊会去想吼，所以讲，咱爱常常来思考讲，哎，上帝话是咧讲啥物意思？第三项，咱爱讲啥？咱爱来操练。有阵时咱实在想无，上帝是要咱讲啥？上帝讲这句话是啥物话？刺骨啊是啥物话？钉钉啊，甲咱有啥物地带？但是上帝就是常常来甲咱讲，爱操练，操练咱要讲话的啊啦的能力，操练咱讲上帝话。上帝话上重要是要互咱有几项，有五项。你要注意的，上帝要讲会当安尼做适合、很合宜的话，第一个你要有目的，有目的。你讲这句话，你到底是要表达什么话？你讲这句话是表达讲，比如讲，咱常常出要去传福音，咱是要叫人信耶稣，吓？传福音是毋是要叫人信耶稣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来，我再问一遍，传福音是毋是要叫人信耶稣？唔对，明仔载恁爱来上课，白纸布道法，一定爱来。
我讲，咱出去传福音，是因为咱已经有领受上帝福音伫咱内底啊。咱真意爱讲，哇，这个福音要分享给别人，要祝福给别人，不是干那干，要叫人信耶稣尔。哦，我真正你莫定定要叫人信耶稣，你叫人信耶稣，人就惊着，对不对？你要信，你家己去信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传福音是讲，哇，这个福音有够好，这个福音在我身上，我实在是感觉讲，哦，我要跟你分享，不是要叫你信耶稣。我相信足侪人拢爱改变这个观念，咱定定就是安那，无唔是迄个目的，干要叫人信耶稣？你的目的是应该把这个好的物件安那给人嘛？你有得到无？这是你的目的。第二项，你讲你咱咧讲话爱有啊，爱有顺序。咱咧讲话爱顺序。今仔日要讲的讲，你今仔日有两件代志，你也要分别上帝话还是人的话。过来，你爱培养啥？培养你会晓较无上帝呗？培养上帝的话，伫定定伫你的内底无？过来，会当来思考上帝的话啊，定定伫你的脑，伫你的内底。不管你咧做生意也好，不管你咧啊共看别人也好，不管你咧读册也好，总是上帝的话，哎呀啦，互你会当理解，你有理解无？啊，你要安怎做无？这就是啥？有条理，有顺序。过来安怎？爱有方法。吼、哦，爱有方法，有足侪表达的方法，一句话足重要，对不对？像昨吼，我要倒来台南时阵，我妈妈雄雄敲一个电话，啊，伊讲吼，伊的厝要卖掉，啊，我拢唔知影，啊，叫要喊人迄个中介要改签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紧敲电话吼，啊，敲电话敲到一晚，佫倒去，我佫伊我妈妈佫讲无清楚，讲无清楚，啊，我哪啊哪，我哪改，啊，我讲我佫敲倒倒去。啊！甲迄个中介讲，啊！迄个中介哪项无顺溜啊？底下咧讲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因雄雄都敲电话讲厝要卖，哦，我真唔知是啥物代志。啊，我就甲讲，哦，你因为我妈妈已经甲迄个中介找来厝内底啊，啊要签约啊。我问我妈妈第一件代志，我要爱安那？要问啥？要问啥物货？你签啊未嘛？对不对？签了都唔免讲啊。对，伊讲你签啊，哦，伊讲阿未签，哦，好，阿未签啊，安尼我若叫迄个中介讲啊，来，我请教你一下吼，几个问题吼，啊，请问，我妈妈这间厝即马安尼差不多估计有偌济的价值？啊，过来附近有几间厝已经有成交的，迄个价格偌济？你会当给我讲一下未？安尼对不对？对嘛吼，正确嘛？伊讲啊，唔免估啦。嘿，那迄拢假的，我啊，请问，伊讲迄拢假的时阵，我会和这个人签的，绝对袂嘛，对不对？我的需要，我讲拜托你给我估计看卖啊，好，唔是讲无要和你卖，总是你要先给我资料看的，我会当知影，对不对？伊讲啊，迄拢是签一个迄落意思的签一个啥，我就绝对袂和伊签。所以咱咧讲话的时阵，是不是要有方法？啊，昨因为咱这青年吼，伫下礼拜要去台中啊，遐小组长拢要去训练啊，牧师娘啊，做传道伊要负责去带，落去报名啊，阮拢记，伊拢记只好势啊，啊项大拢记只好势啊，吼啊有十五个人要去，结果呢啊，中年去报名，啊钱啊去缴，啊对方。敲一个电话讲，歹势，阮恁家当五个人来尔，但是咱已经报名十五个人，十五个人拢钱拢收了，啊，大个所在嘛，那十五个人拢按来好势啊，无输你，拢去按来好势啊。啊，对方啊，就敲向向敲电话讲，恁家当五个人尔，我啊，所以唔知要哪办呢？啊，那总理那紧敲电话无输你，哦，做传道讲啊，啥物哪办，咩哪办？做传道哪家讲？然后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伊家按来好势，甲总领讲不要紧，这代志吼，我来处理。阿伯孙女呐，是敲电话去台中，讲啊，这边真歹势，吼啊，安尼造成恁的困扰。啊，因为阮事先啦，已经甲恁教会主任牧师报备过，讲啊，阮会当几个人，哈、啊、来参加。所以讲吼，阮这边啦已经拢定好势啊，是毋是互阮吼会当来观摩？啊，有一挂人会咱来参与伫恁的活动的中间，
啊，阮毋忙会当来甲恁学习，来向恁学习，互阮教会更加健康，互阮教会会当更加增长，互阮教会会当阁复兴，互阮教会会当阁有荣耀上帝的教会。哇，牧师你真正是做智慧。哇，伊安尼讲了，对方安那，讲安那，啊，真歹势，真实的。因为阮当初规定是安尼，所以阮无法度通来增加人，总是恁安尼要荣耀上帝的名，教会阮愿意开放，十五个人拢互你收。所以咱主要有迄方法，有策略，啊，过来爱选择时间，过来爱选择对象。我顶一遍去哦，接到法院，我一世人，这是第二遍接到法院啊吼，会通知。但是这个通知我阁无接到，放伫个派出所遐。啊，我安那知影了呐？就是我还靠着去哦，法院给我扣钱起来。哦，扣钱起来啊！我多少一个朋友是伫银行咧做经理的，哎呀，讲，你的钱，你的扣着，从扣，互法了，法院甲你扣啊起来。啊，是讲啊是扣偌济？因为我扣好两万几块，因为我都无感觉，因两万几我扣着扣着。超过两万几嘛，所以我要领钱拢有啊。我讲我都无感觉，伊讲你个两万几块去互法院甲你扣押起来。啊，我是啥物代志？我毋知影，伊讲伊嘛毋知影，就法院就一个通知叫银行爱甲我个扣着钱爱扣起来。啊，我人去祈祷，啊祈祷上帝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啊，我就问迄个银行经理讲，啊是倒位个法院来甲我扣个？伊讲哦桃园，伊讲桃园个法院。我阁毋是台北的，我哦，原来我知影，就是我桃园，我从我伫中原咧驾车时阵，我伫遐有一间厝，啊，迄间厝我正也无伫遐住，啊嘛足久拢无去啊，因为我拢落来台南啊，啊，所以迄个啥房屋税的税单吼，拢寄伫遐无人收，啊，所以退倒转来，啊，税捐处安那，就我查封，我扣啊我的遐两万几块的，啊，迄阵哇，我就紧。去甲上帝讲啊，这代志吼好，安尼我知影，我爱面对，我爱去税捐处，啊，我着迄天我着去税桃园税捐处，我甲迄个税捐处个讲啊，歹势，我要来缴钱，我钱拢领好，我要来缴钱吼，啊，因为我一世人吼，我无即落遮尔歹个记录，我你去查吼，我逐当拢敢奉献个，拢超过即落钱啊吼，啊，这毋是我故意个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有毋对。啊！我毋忙讲会当甲迄个法院的迄取消吼，伊讲无可能啦，无可能，哪有可能取消？迄法院的公文都出去啊，甲你扣就是甲你扣啊，吼啊，无可能讲甲你取消的啊！我讲啊，这我安尼甲讲，我讲吼，我承认我有毋对，因为我无甲地址改过来，我无收到迄个消息，无收到迄个单，但是我以后我若总有当着，讲我是牧师。我人当着我的会友，去当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会当甲伊教，我会当甲伊讲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伊爱，唔茫搁教我同款的代志发生啊。伊讲你安尼是袂歹啊，是对啦，啊，但是你唔爱我教，啊，人我拄着当着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我要安怎来处理？啊，伊就讲啊，迄个，你找我无好，你要找迄、那个找因迄、那个法务室的迄个主任，伊若叫我去找迄个法务室的主任，我若去找法务室的主任讲。啊，主任，歹势，我有唔对，啊，是毋是有办法吼？我会当看要安那来补救。啊，这我是第一遍吼，啊，我嘛咪无收着，伊讲哦，安尼好啦，啊无吼，你迄个我较顶下甲你查看卖啊，下我查查讲好，安尼你地址改，啊我甲你处理。结果。一礼拜了，我阁收着一张挂号，啊，我无伫个，我人伫韩国，啊，回来了，哇，我阁有挂号，哇，阁是法院来，阁是税捐处来，哇，我遐错到要死，我是讲，哇，这是阁是啥物代志啊？见出国啊，回来就拢有代志，结果回来，法院来讲，甲你撤销，税捐处讲，是嘞，阮无方便，造成你个困扰吼，阮甲你回是嘞。税捐处，我回信咧，我第一遍收到这种费，讲啊，你阮所有对你的罚款吼，我拢甲你取消，落你该缴的房屋税啊，偌济你着照安尼去缴，啊，请你以后等下来缴这个税。